弟兄姐妹们平安。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招呼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神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已到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将进入新的一年2022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进入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带着怎样的感受和想法呢？当然，我们的心是充满感恩的，因为我们终于能结束2021年了。我们都晓得，这2021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我们需要在疫情爆发危机中生活。弟兄姐妹们，进入年末，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在诗篇85篇第一节到13节。诗篇85篇第一节到13节，我会读给大家。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卑鲁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主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最后十三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就是在第一到十三节有说以色列人是已成为主所喜悦的子民了。这里有提到主已将雅各从被掳中释放出来，这是当然讲到关于以色列人从埃及被神释放出来的。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有说到以色列人的罪已被赦免了，并且他们也是脱离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能够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上帝恩典中的人了。而且在第四到第七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个人生活中或整个国家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反应是如何的。有趣的是在困难当中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并求神的帮助。弟兄姐妹们，在第八到十三节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举动和态度是怎样的。在第八节有说到他们是遵守神诫命的人，然后第九节有讲到他们是将有敬畏神的态度。从第九节到十节我们看到他们对神是有完全的信心。他们完全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我们能够看神，他们有信心神将赐平安给他的子民，他们也是有信心相信敬畏神的人会有救恩，他们也是有信心相信在神里面有慈爱，在神里面有公义，在神里面有平安，在神里面有益处。弟兄姐妹们，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在这几个小时里，让我们好好来反省，回顾我们留下的足迹。我们作为蒙神恩典的人，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是否来到神的面前，遵行神的诫命，敬畏神，完全信靠他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头看我们所留下的足迹，我们是否已经忠心跟随主的脚踪吗？弟兄姐妹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要定睛仰望我们的神，好让我们能够跟随神的脚踪。正如十三节所说的，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神的脚踪能成为我们可走的路，可是我们是否愿意要忠心和顺服的心，完全信心跟随主的脚踪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在2022年，我们当然不会迷失方向了。
有一首诗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它写到就是你的脚步，这个你就是神的脚步。他说到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直直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处于你的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神吧，艰辛跟随主的脚踪。最后，我代表给盖耶曼嘎布萨的智师和神仆们，祝大家新年快乐，神与我们同在，神赐福于我们，使我们一生都能跟随主的脚踪。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2021年最后的一天，我们用充满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在2021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容易，可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今年的最后的一天。在我们困难当中，主啊，你的帮助和同在仍然存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为你的爱来感谢你，主啊。主啊，进入新的一年2022年，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情况会如何，可是就好像你已经带领我们在2021年，我们相信在2022年你也是会跟我们一起走前面的道路，并可况你会用你的脚踪来带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永远爱我们的主，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主啊，教导我们用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教导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你，教导我们能够一直亲近你，教导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艰辛来跟随你的脚踪。主啊，我们渴慕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属灵生活，有更敏感和顺服你的旨意的心。主啊，求你在2022年祝福我们，好让我们也是能够做别人的祝福。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感恩和祈求，我们感恩祈求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冲突，没人说过。
让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